Ray TV， 大家今天过得吗？主任，今天带大家来逛一下全联，这家全联蛮特别，是他们的旗舰店。然后呢，它是跟思梦乐在一起的，所以呢，等一下逛完全联之后呢，也会带大家去逛一下思梦乐。然后这家特别的点在那边呢，它是旗舰店，听说里面有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哦，带大家进去看一下吧。大家不知道在逛这种超市的时候是有一个问题，因为我在北部这边呢、他们停车都是一个很大问题。但是这边特别是啊，它的外面就一大片停车场，而且呢，这边有提供停车购物的话呢是免费停车，就是满500块以上就会折抵1小时免费停车。然后一般收费的话呢是1小时40元。然后旁边这边呢，它有提供 GoGo 的换电站，还蛮方便的。那现在就从外观看起来的话呢，跟一般的全联我感觉差不多，听说里面有一些特别的地方，好吧，带大家进去看一下。OK， 那我这样简单逛了一下它内部啊，其实它就是大型一点的全联，然后里面贩售品项比较多一点，那可能不像我之前看到网络上说的那个那么多丰富的东西啦，那就可能就是说装潢比较好一点，然后多一个咖啡座等等之类的，那是还蛮适合住附近的来坐过嘛，因为毕竟有停车很方便。OK， 今天就是这个综合新生店一个简单的介绍。